七月四日，奚梦瑶在微博晒出与何猷君的结婚证件照，并配文：“右边这个人真有眼光。”照片中两人十指紧扣，恩爱非常。五月十三日，赌王儿子何猷君在上海求婚成功奚梦瑶，求婚现场粉红满满，羡煞网友。奚梦瑶晒出结婚证件照，也是引来大批网友纷纷祝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